行途中，不料惊此大雨，谁知又迷路了，实在是无处可去，不知可否在公子这里暂避。公子，你看，人家衣服都湿透了。好。 是我豢养的蛊虫，只要我不下令，他们就不会伤害你。该死命令！你对我的侍中兽做了什么？ 这么多雨林卫追一个小贼，竟然都跟丢了！分头去找。聚宿，是。卖鱼喽！新鲜的沿海鱼哎，快来瞧一瞧，看一看啦！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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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出水芙蓉，元亨利贞，大吉兆也。哇，好神奇啊！
是不是真要干了？啊！太糟了！别动啊！我，哎呀，好不容易开个张啊，不要把徐茂的生意又搞砸掉了。哎，哎呀，真是没眼看呐！以后你出去不要说你的功夫是我教的。看来本少侠要动真功夫了。小明姑娘，云湛少侠，你真的帮我找到珠儿了？那是自然，没有你云哥哥办不到的事儿。你的珠儿啊，太不让人省心了。他呀，就是喜欢抓你啊。那我该如何报答你呢？报答嘛，报答。熊猫。十两纹银，嚯，什么情况？这谁家在办丧事啊？还不是在南怀城的首富陈员外，那棺材里躺的，据说是他江湖上的一个朋友。朋友？这么酷的阵仗，我还以为是陈员外他亲爹没了呢。韩儿子。说话要记点口德嘛。老先生说的没错，这位朋友听说是高空坠亡，据说和性命劫有关。陈员外为了化解灾厄，不仅摆灵堂宴宾客，而且还请了部落的巫师诵经三天三夜，真是有情有义呀。宴宾客，大户人家哦，岂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哦？你们不是收到请柬了吗？啊，怎么还不知道啊？老哥，你可是打听到什么江湖秘闻了吗？我吃素。少侠有所不知，陈员外这位朋友啊，
据说并非死于一场意外。啊？你可听说过天罗？就是九州大陆上那个最神秘的杀手组织。我听道上的朋友说，死者就是死在天罗的手上。咦，那你可知这个是天罗哪号人物干的呀？就是九州20年前天罗组织的头号杀手，踏夜无声，云灭。李成，亲命之劫已化解。老头，怎么说？走，快看看。小心！竟然敢拿本少侠的兵器暗算我！赶紧撤！这都不追！哎呀，收拾东西，赶快离开南淮城，要出事！快走，老头！哎，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追啊？是怕我打不过他们吗？臭小子，别总想着出风头。谁是小贼啊？小爷我乃南淮城第一游侠云战士也，专门为各种丢人钱财啊、丈夫出轨啊。慢点慢点，老头，腿脚不方便哦。安教头，公主石秀童已经拿下要犯，先邀请您入宫一同审讯犯人。动作这么快？这南淮城会使天罗司的人屈指可数，他到底有什么来头？这是九州第一杀手组织天罗的专属杀人兵器，你别看他细如蚕丝，但是锋利异常，削铁如泥，最关键的是一般人根本使用不得。莫非这个案子跟天罗有关？
有利于阳光之下的武士，就有藏匿于阴影中的刺客。大人，是被冤枉了！大人，大人，放我们出去吧！大人，大人，大人，老头，方才你为什么不让我出手啊？啊！现在好了吧？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还被抓到这来现眼。哎，你还说呀？都怪你呀！去揍人家陈员外的爸爸，搞得我们连蹭饭都没有蹭完一顿，害得师傅现在连酒都没有喝，就惹祸烧身。怪我了？你还怪我啊？你放手！想我了吗？再出言不逊，下一剑刺穿你的嘴。嗯，他打不过你，吃痛。陈员外宴席邀请的都是南怀城旧友名流，你们既不认识死者，又与员外素无瓜葛，混进宴会做什么？说。谁说我不是名流啊？小爷我乃南怀城第一游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没有我吃不了的席面。少跟本公主废话，死到临头还嘴硬。公主，哦，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红衣夜叉监国公主石秋桐啊。你公主息怒。二位不愧是当今九州一等一的高手，连嘴上功夫都这么厉害。你又是谁啊？驸马爷吗？云少侠，这个东西你不陌生吗？天罗丝。安某发现那具尸体是被人用天罗丝操控谋害了陈员外。你们说整个南怀城会使用这种武器的，除了你们师徒俩，还有谁呢？哎呀，话可不能乱说呀。用天罗丝杀人，只能证明和天罗有关。嗯，哎，老夫早就退出组织几年，都未曾出过手啊。那既然如此，安某只能辛苦二位委屈一下。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在这里将就几日了。哎，我还没说完呢，回来。哎，有没有酒喝呀？有，可以多撑几天呢。公主，云灭师徒虽与此案脱不了干系，但属下认为此案还大有文章。此话怎解？属下在验尸的时候发现那具尸体是一名云州的巫师，再加上陈员外最近有一笔巨额的钱财来往，连他的家属都不知道钱财的去处。云州巨额钱财？是，那名巫师的死给坊间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大家都议论说是新命师的预言开始了。再加上说再加上陛下久不上朝。胡说八道，把那个妖言惑众的新命师给我带来，我倒要让他看看自己算的什么命。这株寒天兰是童儿特地从北路给我弄过来的，今日龙帝有闲情，可以与朕共赏。童公主如此孝顺，不但是皇兄之福，也是我们燕国之福啊。朕病了这些年，童儿年纪轻轻，燕国能有今日安定，全是龙帝的功劳。如今童儿婚事已定，朕也就安心了。皇兄，三日后便是公主大婚，届时臣弟将有宝物进献。什么宝物？国主，瑞亲王，
同公主抓住了白日里刺杀陈员外的凶手，正在家乡戒备。员外而已，何必大动干戈啊？皇兄有所不知，陈员外乃南淮首富，亦对羽林卫多有资助。他的死难免引起坊间流言，不得不防啊。朕久居宫中，对天下事已无关注。罢了，任童儿去闹吧。媚灵乃一只幻化而成，神形聚散，用来占卜星命，再好不过了。完成大业，我就高位，你人形不损，岂不皆大欢喜呀？随便玩玩罢了，真想管住我，没门儿！哼，要玩你可玩，我就在这里。哎，我说你老头，你是不是酒劲又犯了？哎呀，你个憨儿子！这明摆着是一潭浑水嘛，粗客，只会惹更多的麻烦，正好在这里躲一下。你真不想知道，到底是谁送给我们青剑，又是谁把咱们拉进这趟浑水当中啊？哎，干什么呢？越狱了！哎，这不关我的事啊！哎呀，是他要越狱了！救命！救命啊！救命！哎，真不知道你老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走不走啊？不走我走了。哎，记得打酒回来，等我回来光明正大带你走。哎，云少侠，走得这么匆忙，不留下来喝杯茶吗？真是冤家路窄啊！你要不是你身犯命案，安某还真不想和你做冤家。你不会想和我做朋友吧？我对男的没有兴趣。冷剑有你的呀，跑够了吗？跑够了就给我滚回天牢。无耻的云贼，拿下。七月初七，七月初七，凤翔长空，他是羽族。没错，我这以天父为尊，绝对不做笼中之鸟。看来他只是个暗语，给我追。是是。大战，上海滩。
德者，繁昌；齐国，当旺；无德者，丧；人君，即亡。小明姑娘，云少侠，你来干什么？人家正在洗澡呢。小明姑娘，你别误会啊，我有一事想问。上次你帮奴家找到了珠儿，我还没有找机会答谢你呢。是你拿走了丁四。春宵苦短，何故此时说这个？能进我身偷走天罗寺的只有你。他呀，就是喜欢抓你啊。你是魅灵对吧？只有魅灵可以迷惑人的心智。你说的被我迷住，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啊？雨林卫办案，监大人等立刻命令，跟来。雨林卫怎么来了？你们两个跟那边走。是。你中了青羽剑之毒，只有用这个浸泡身体，身上的香味才能散掉。大恩不言谢，我会回来找你的。这么多羽林卫追一个小贼，竟然都跟丢了！愤怒局长，去搜。是是。哎呀，果然还是小明善解人意。治病救人，不像那个红衣夜叉。哼，他一定要想不到我竟然敢回云调探索。生的吗？你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你怎么老惦记我舌头啊？你啊！你能不能等我穿上衣服再打？别叫了！
我要挖了你的眼。我要杀了你。来啊，来来来来来来。老大，跟丢了。我注入在青羽剑上的秘术被云湛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化解了，他身上的气味消失之后，雕鸮也失去了方向。公主说分头去找，可是现在公主也联系不上，怎么办？你们在哪分开的？我说你这出身高贵的公主啊，不安心等着嫁人，老出来打打杀杀的，也不怕丢了自己性命。我生在皇家，自有监国之重任，岂是你等小民能够理解的？是是，你是天家大人，我呀就是一介草民。我吧，打小跟老头相依为命，如果有人要算计他，那就是跟我过不去，所以我必须亲自查清真相。你有你要守护的人，我也有我要守护的人。这是什么？这个叫冰清雪原，老家在商州的冰原，专门在人脑里啊产卵生长。公主，没事吧？南怀城常年四季如春，你说的冰清雪原在这里根本无法存活。啊，这种虫子啊，虽然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不过呢，要想在东陆养它也不是不可能，只要找对人。你不是知道怎么培育冰清雪原吗？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啊，走走。哇，这味儿。哎，我知道这根本困不住你，你是故意跟我来的。我这是都为了我师父。你面前这三具尸体正是近日接连丧命的巫师陈员外和郑世才。我听说平日里你也在南怀城以探视人自居，现在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爷，这个郑世才还是个新命师啊，估计他自己都算不出自己死得这么惨。有人偷了我的天罗丝，利用云州巫师杀死陈员外，所以唯一的线索一定在他身上。这个人的死状确实像是从高空坠亡，这是被天罗丝勒住的痕迹。这是什么？云州饲养蛊虫者为了不让蛊毒反噬自己，会用特制的燃香在身上结印，这结印的形状
和蛊虫的类型有关。这第一枚结印就是害死郑世才的冰清雪缘，这第二枚叫黑暗雪牢，这第三枚印记我也没见过。蛊虫下落不明，恐怕还会有人遭遇不测。冰清雪缘性喜严寒，在东木响培育存活，除非是用地下开采的寒冰制作的玉剑饲养，而我恰巧知道这玉剑在南怀城谁能制作出来。那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找。哎呀，大家都忙一天了，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啊？好累啊！万一他也被人杀了呢？想杀也得先找得到他呀，要是没有本少侠带路，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到他。等等，那今晚辛苦云少侠跟三位死者将就一下。石秋桐，你不讲武德啊你！进。老大，我查出他们是怎么混进陈府宴会的了。他们的请柬似乎是从瑞亲王府流出的。瑞亲王。王爷，您侠肝义胆，虚怀若谷，燕国若是在您的治理下，那才是长歌盛世啊。王爷的治世之才自不必说，陛下病重，已在深宫养病数载，如今朝堂无主，眼下正需一位明君来统领朝政啊。陛下待我不薄，这些话诸位就不要再提了。王爷，您对陛下的忠心天地可见，只是我想冒昧的说句话，倘若有天陛下突遭不义，我等必将前仆后继，拥护王爷执掌天下。我等必将拥护王爷。听说昨晚的新命节了吗？听说了，别喝了。头顶上有猴子人影，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倒霉的，谁知道呢？来来来，看一看了啊！我这儿可都是绝品孤品，别的店可没有啊！看一看啊，这外牛在这坑人呢。哎呦，谁说的？我这儿都是。你在南怀城这么久，头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地方。你啊，真是在亮堂地方待惯了，不知道这个城市啊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来这的人啊，十有八九都干过杀人放火的事儿，谁会希望被外人知晓啊？那儿呢？梅洛存在？我不认识什么梅洛。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说了，我不认识什么梅洛。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欲寻其门，心斗西沉。原来是你小子，你这是想通了，把天罗丝交给我呀。天罗丝先放一边，
咱们先聊聊冰情雪缘如何？冰情雪缘？谁跟你们聊？梅先生既然都已经现身了，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新朋友白跑。哇，这就是培育冰情雪缘的御剑吧？你别碰坏了！不是，你这小老头是不是发财了呀？你别碰坏了！这么稀缺的东西都有人买。头儿，你看，果然是陈员外的标识。这是什么？九州创始千年，历经八朝，发生过无数场血战。随着战争规模的升级，河洛的祖先发明了一种可以刀枪不入的战甲，名为疾风甲。我也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想不到今天居然能够亲眼所见。哎，我说小老头，你造这么多战甲想干嘛呀？啊，是不是合计着把咱大公主的爹给推下去啊？你也太大胆了你啊！啊，这些古虫和战甲只有一个目的，有人意图造反。说，到底是谁让你造的疾风甲？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收了定金和图纸，这幕后出钱之人我从来没见过，真没见过。那只能劳烦云少侠和梅洛好好谈谈，这里就交给我和公主吧。好说。你呀，现在什么都不用管，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保证你没事。哼，想得美。现在外头已经死了三个人了，云州的巫师，南淮的新命师和城中的员外，新命节的传言闹得满城风雨。你现在再不把事情告诉我，你小心连你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你知道吗？啊，少给我来这套，还吓唬我。不就是死了三个人吗？你就是死了三十个，他跟我也没有关系。老子我20年前就为了躲着性命劫，我专门逃到这地下，平安无事，逢凶化吉呀。20年后我还能死喽？性命劫20年前就发生过。这事儿你得问你师父，他最清楚。这样吧，咱们来做笔交易。不错。我把天罗丝借给你去研究，你现在来告诉我，是谁雇佣你去造了那些御剑和疾风甲？此话当真？绝无虚言。那我就跟你讲一讲。有关于这疾风甲和御剑的买家，我确实没见过。不是，你听我说嘛，年轻人没有耐心，放下。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买家，但是他们每次把黄金送过来以后呢，还给我带了这个。这种矿石是做疾风甲的原料，知道它产地的人没几个呀。不过你要想要找到它呢，也很简单，只需要去。黑暗雪楼，这种植物根茎会牢牢地吸附在中蛊者的心脏部位，一旦中蛊者紧张或者是激动，血脉扩张，植物就会疯狂的生长，
最后从中蛊者体内破体而出，形成一种藤蔓的茧牢，所以叫做黑暗血牢。随后的线索也断了，到底是谁给梅洛下的蛊？事情还不明显吗？云战难逃干系。难道我真的错弃了你，云战？事已至此，你居然还相信他？我从来都只信证据。既然如此，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说。你说。我查到云战师徒的琴钱是瑞亲王给的。来者何人？陈员外宴会的请柬是大人你送来的吧？何以见得呀？江湖传言，云州巫师给你送来了一只奇兽，不久后便坠亡。我和师父与陈员外素无来往，却被邀请赴宴，正巧遇见了被天罗寺操控的尸体，杀死了陈员外，以至于身陷囹圄。起初我以为是凶手故布疑阵，引我们师徒入局，想栽赃陷害，但是紧随其后的几桩命案就很难再牵扯到我们了，因此只剩下一种解释：有人察觉云州巫师之死的背后另有隐情，但是又不敢大张旗鼓地找人查案，所以就悄悄塞给我们请柬，想请我们一探究竟。我说的对吧，瑞亲王？那你凭什么认为那请柬就是本亲王差人送去的？因为我师父云灭20年前恰是你瑞亲王的门客。20年前你和我师父云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你不是想知道本王与你师父的故事吗？当年云灭清理门户不干净，送去请柬就是要把他过去的旧债了结，否则过去你师父的债今天就得由他的徒弟来还。你无需劝我，我亦已劝。我拼尽全力为父皇守护的江山，不能轻易让人染指。其实，我很羡慕你。我羡慕你，有一个值得守护的家人，不像我。从小就没了父母，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是国主收养了我，给了我习武报恩的机会。所以，无论国主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义不容辞。你我奉旨成婚，
却从未有人问过我们的心意。现在，我想自己做一回主。我要去寻找真相。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老大，公主，找到了。就在那边，枪，枪，枪，快！头，看，这里还有冰清雪原。看来，这里就是云州巫师的住所。这是昨晚在梅洛尸体面前发现的矿石。显然，这应该是云战有意留给我们的线索。这种矿石材质特殊，只有城郊的落雁林才有。那云战留下这种矿石，意欲何解呢？这是梅洛做机锋甲的材料，他应该是想指引我们来这里吧。公主，发现一封信。原来云州巫师是瑞亲王的人。信上说，瑞亲王让云州巫师带来一种叫噬猪兽的奇宠，准备当作贺礼，在你我大婚之日献给陛下。冰清雪原，黑暗血狼，噬猪兽，难道噬猪兽就是第三种剧毒之国？今日便是你我大婚之日，瑞亲王必定会动手。回宫，走。竟敢有人偷袭羽林卫！保护公主！哪里来的毛贼？竟然敢偷袭羽林卫！重剑给我杀出去！果然是瑞亲王的走狗。安教头，公主，
今日诸位大臣在此，共贺同公主出嫁立府之喜。童儿学武何在啊？爸，公主，童公主和安教头在落叶林一席，请求支援。大婚之日，他们去落叶林做什么？谁袭击我童儿？属下不知。快快，马上派人过去找我童儿！快去！是。哎，陛下悬赏千金，搜寻公主下落，咱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呀！还想着发财呢？啊，公主大婚之日竟不知所踪，我看这天下要大乱才是啊。哎呀，这乱不乱也不关咱老百姓的事儿。再者说了，你见过公主长什么模样？她当你迎面走来，你认得出来吗？没见过。有点疼，忍着点。对了，那封信呢？啊，在这儿。我在杀手的身上看见了瑞亲王府的金牌。看来瑞亲王想要杀人灭口啊。陨石落，将大战，国异姓，兵将乱，德者凡昌，齐国当亡，无德者丧，人君即亡，陨石落，将大战。嘘，公主。小娃娃，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这是我跟娘亲进城的时候听路边的一个性命诗唱的。什么样的性命诗？前夜爆头的性命诗。好的，我知道了，回去吧。皇叔笃定九州的人都信星命，便要借着这民谣散播出去，在民间给自己立威。哎，公主，我不能让他得逞。那你骑我的马先回去，我去召集羽林卫。谢谢。你我不必言谢，小心。皇兄不必焦急，今日乃公主大婚之日，同公主和安教头吉人自有天相，定会没事的。我能不急吗？大婚之日，童儿不知去向，至今还生死未卜。皇兄可记得臣弟要在同公主大婚之日向您进献宝物吗？童儿至今下落不明，纵是有千古的宝物，朕也没有这个心思去看呢。那么臣弟斗胆拨您一笑。皇兄。龙帝，这是何物啊？回禀皇兄，此物是臣弟特地差人从云州密林部落中寻得的奇物。此物名为噬珠兽，专以珍珠为食，进食后通体放光，灿烂夺目。皇兄是否要一睹风采啊？再说这是奇兽。甚好，甚好啊。父王小心！童儿，童儿，你这是为什么？父皇，你先看看这封信。怎么出事了？
这石猪兽难道有什么古怪吗？父皇，信中与皇叔相交甚密的巫师曾经豢养三种蛊虫，前两种蛊虫正是造成南怀城竖起命案的主因，而你眼前这噬猪兽就是第三种蛊虫。不仅如此，有人利用蛊虫毁尸灭迹，蓄意谋反，这个人就是我的亲叔叔瑞亲王石龙。龙帝，陛下，臣可为公主作证，我们正是找到这封信的时候遭遇了埋伏。龙帝，你作何解释？陛下，臣弟是冤枉的，那几起命案与臣弟一点关系都没有，望陛下明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前辈，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瑞亲王密谋造反，我们现在需要集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帮助公主。哎，对了，云站在哪儿？哎呀，我还在找他呢，你知道他在哪里？背后捅刀，算什么英雄好汉？哎呀，臭小子，你来干什么？老头，我说了，我要光明正大带你走。光明正大？我看你是代表瑞亲王来取我们性命的吧？姓安的，你刚才带这两个人，已经耐不住寂寞，原形毕露了。你确定？你要继续装下去吗？老头，哎，你看面前这个人，你不觉得眼熟吗？啊，石龙，你贼胆包天，意图谋反，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陛下，同公主所言的确让臣弟百口莫辩，今日当着君臣面前，臣弟愿意性命担保，臣弟的反叛之心早已在多年以前便烟消云散。反叛之心为什么不说个明白？二十年了，臣弟本以为这件事早已掩盖过去，当时陛下初登皇位，臣弟一时迷了心窍，起了不臣之心，那时纠集了一批江湖义士，他们有玩蛊虫的巫师，有那擅造兵器的河洛人，还有那上知天命的性命师。瑞亲王笼络那批能人义士之后，便时刻准备着谋反。行动之前，石龙怕走漏风声，便决定把那些弃子已卖过命但又失去作用的弃子一一除掉，而那个帮他除掉弃子的人正是九州第一杀手踏夜无声，我的师父云灭。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你没事吧？石龙的计划又产生了变数，
我师父云面本该把那些人赶尽杀绝，却又在关键时刻动了恻隐之心。这未杀之人应该就是石龙口中的孽债吧。当年被石龙除掉人的后代想复刻20年前的一切，假借石龙的名义联系了一些巫师、商人、星命师和匠人，做出一番石龙再次谋反的假象，然后又杀掉他们，一步步引导着坚固的石臼头给石龙安上了谋反的罪名。你之所以选择模仿我们师徒俩使用天罗丝来杀死陈员外，就是为了在案发之后能借公主之手迅速控制我们师徒，来断绝石龙的后援，坐实他的罪名。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恳请公主明察，望陛下明察。东林，暗教头人呢？公主，方才有人报告天牢方向有异响，大批的黑衣人朝落叶林的方向去了。落叶林，糟了！林少侠，我真没想到，我处心谋划这么多年，却被你这个江湖浪子识破了。不过我有一事不太明白。你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上你的？什么时候？拜访梅洛的前夜，石秀童将我关在停尸房一宿。半梦半醒间，我似乎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那味道，正是你发射的青鱼剑的气息。梅洛死的那晚，所有人都认为是我给他订的酒菜出了问题。但我心知肚明，酒菜我是检查过的，而在此之前接触过梅洛的只有你。小明姑娘，你在哪儿？小明姑娘，小明姑娘，我有一事想问。我青羽剑，我回来找你的。即便精通工艺的河洛族中，梅洛也算是一等一的工匠高手。我等你回来。这种远距离狙击用的青羽剑必定是出自他的手里，而整个南淮城有此精准剑术的只有一个人。为了不让蛊虫侵袭自身，想必你也要在身上结印才行，所以能证明你是凶手最直接的证据应该就藏在你的臂甲之后吧。啊，可惜了呀，可惜我现在只需要杀了你们俩，你们刚才讲的那一堆故事就只能伴随你们长眠。果然是你，真是性命难逃啊。而公主得到的故事的版本就只能是石龙要将他雇佣的杀手除掉，而我带人前往却阻拦未果。韩玄武，快停手吧，这一切与他人无关，都是老夫咎由自取。
兄弟，你放了我！兄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我求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而且，我已经帮你把性命师母子俩给带过来了。我发誓，我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南淮城。梅洛，你个叛徒！直到面具打碎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娘，这个女人救过我。娘，为时已晚。娘，她已经死在我的天罗四下。娘，杀了那个救过我的女人之后，我就金盆洗手，退出了组织。我懂你们失去双亲的痛苦，但你们这样滥杀无辜，只会让更多的人家破人亡。你根本就不懂我们的痛苦。20年前，当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让我们的父母沦为的牺牲品。我们这帮人，也就成了沦落在九州各地的孤儿。而现在，我必须让当年令我们家破人亡的人付出血的代价。安修武，你一定要这么执迷不悟吗？复仇本就是条铺满鲜血的道路，一旦走上就无法回头。所以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孽债因我而起，性命之劫该由我来解。老头，雪武，收手吧，一切都还来得及。公主，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你靴子表面粘的浅褐色框土，是那片竹林中未曾下雨时的状态，而你靴底粘的深褐色框土则和我一样，是在雨后的竹林里沾上的，证明你之前来过这里。我真没想到我竟然小瞧你了。我也没有想到历尽千辛万苦，真正的凶手居然是你。安教头，收手吧。不，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上，拿下。老爷，杀妻探视，为人且不惜命，这样的下场也算是一种解脱。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别胡说八道，是解脱了。谁带我们去海河？你要记着，不要让仇仇恨记记心上。老头，学武，你现在束手就擒，我一定叫父皇给你一个说法。你的父皇燕国之君终日不朝，昏庸无能，要不是因为有如此昏君纵容奸臣当道，我等无辜百姓怎会横遭牵连？你既然早对父皇不满，又何必假意娶我？我没有。我对你从未有过虚情假意。这世间的事原本就身不由己，就像你虽为公主，但也不能事事随愿。我若是你的话，就应该立马回宫，兴许这样还能见到你父皇最后一面。照顾好自己。雪武，云湛，父皇有难，带我回皇宫，拜托。恩，臣弟恳请皇兄开恩呐。龙弟，既然你是忠心可见，那你就替朕为一位史朱寿，让朕与朱清也见识一下这云中宝物的神奇之处吧。来人。皇兄，皇兄。
病区世人无心国事，无非就是想看看谁会趁朕喜欢花花草草的时候盯上朕的王位。所以说，就连我的婚礼也是假的。朝堂之上，何为真，何为假？如果能稳定朝纲，震慑亲王，那公主的婚礼，大臣的性命。 又何足挂齿啊！纵然如此，也不是你滥杀无辜的理由。童儿，朕的江山，终有一天要交到你的手上。朕要确保你拿到的是干干净净的朝廷。人心叵测，朕是在教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君王啊！ 这样的江山，我宁愿不要。童儿，童儿，放肆！没有人能够背朕而去。
小时候我以为老头只是一个会喝酒的醉鬼，直到有天我突然发现他竟然有一身绝学，我就软磨硬泡让他教我。其实他不愿意，说学武的人拿起了刀最后一定会伤到自己的，因为当你越强大的时候就越容易成为对方手中的刀。所以他只想让我当个普通人过完这一生。其实当个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好，我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并不普通，所以我从小就不敢奢望自己像普通人一样和父皇相处。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父皇在给我讲解不同土壤如何培养各类花草的时候，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这是家人之间的相处。可惜现在看来连这都是假的。只可惜清明节的阴谋还是被安学武实现了，我最终没能救得了老头。可能我从小看到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所以这种场景对我而言不过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接下来你要怎么办？家我是回不去了。跟我走吧。你知道天驱武士吗？魔主会不断考验你的忠诚，只有经过了考验，你才会获得魔主的力量。然后呢？然后，你便可以用这个力量去颠覆整个九州。